开展呀、啊。哇，怎样看得出来？哎呀，嗅都嗅得到了。哇，这么厉害，香吗？啊？没有你香。这么厉害，嘴巴真甜哎、啊，老板。怎样，最近有新货吗？哎，一大堆，来了一大堆，还没开箱呢。哇，哎，多少钱？一样咯，30分钟100，45分钟200咯。可以超嘞，我们当兵很穷嘞，一个月几百块钱。跟你讲什么？看了货才来讲价钱 ，OK？ OK 啦 ，OK 啦。哎，装，哎，几百块？哎，不要讲这种脏话 ，OK？ 我们这里很高级的啊。OK，OK，Sorry， 白姐。
要不要进来玩？进来吧啊！随便你。进来。喂，老板，老板，喂，兄弟要不要看小姐？哎，看一下，不会少一块肉的。来，真的不要害臊，来看一下啊，我给人替你烤的。哎，哎呦，年轻人，什么东西都要 try 嘛，哈。进去，进去，敢不敢啊？啊，你看，五个 best 的这个，你不要看这样哦，我 guarantee 你整个给量最好、就是。我不是来这里找这东西的。哎、啊，姜是越老的越辣，兄弟，哎、欸，看一下嘛，哎、欸，不好不要给钱了。哎、欸，蹲烂啊，蹲烂啊，慢慢走啊、哦。你有几个孩子？三个。多几岁了？20多岁了。如果有一天、哦嗯、你发觉你的孩子、哦、也是来给人找小姐、啊、那你会怎么样？我说如果啦、啊、如果哈，我看他们不会了，因为他们读很多书的人嘛。
阿兄，快点快点，来，选好叫我。帅哥，来看一下看一下。哎，人生苦短，看一下啊。哎，去去去。要喝吗？我上哪里去啦？电话都不接。我是要打电话给你了，可是刚才我打电话给你的时候，你也没有接。你到底想做还是不要做的？你说清楚一点。你等我，你要等我。我搞定了你。你要去洗澡吗？我洗过了，你先洗吧。好了，那你等我。啊，老板，看你心情好像很闷啊。啊？不会啦，不会啦。不会闷呢？要不要女孩子？有兴趣啊？你说没有兴趣？有很多国家的女孩子，有泰国女孩子，你要白皮肤的，有中国的，也有印尼的。这些女孩子每个都很美丽的，我会介绍好的服务的给你。要不要？啊，如果你要马来西亚的也是好，马来西亚的服务是更好。不要走来走去嘛，坐在这边嘛，开开心嘛。我介绍好的女孩子给你啊，看你喜欢哪个国家的。要喜欢黑皮肤的呢，就有印度的。我从中国的四川成都来，你看小时候我是住在城里，没有到乡下，可是我很喜欢乡下。你看小时候我很肥，因为我生下来就是四公斤多。所以是很肥，然后小
小时候也很贪吃，因为我没有父母嘛，然后是爷爷奶奶带大，他们就是别的小孩子还在吃奶粉，我就已经开始吃饭了，就讲我很能吃，我见什么就吃什么，除了苦瓜以外，然后就吃到因为吃到头太大了，身体太小了，然后又很小就走不稳，然后走路的话累了，很小嘛，会扶着墙一步一步的挪，然后很累了会坐在那里用头去靠着墙，只是头比较累，因为头太大了，然后后来就吃成几条街出名的胖子，人家几条街的邻居都知道他们家有个小胖子，来这里讲我咯，然后我就一直吃，我有记忆以来我都知道我小时候是很能吃，真的很能吃，比一般的小孩子都能吃，一般小孩子都是用父母去叫，哎，你吃啊，你乖啊，我不是，我要吃，然后只要给我吃我就一直笑，所以就是很有人缘，都很喜欢抱我，可是后来大了一点就没有人抱我了，因为我太重了。Sorry, is everything okay?我还能再见到你吗？开玩笑的啦，街上碰到记得打招呼啊。好吧。他跟我讲，他的名字叫雪儿。他真的长得很漂亮，然后他头发又长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在这种地方也能找到这样漂亮的女孩子。他还给我他的 handphone number， 他叫我以后可以打电话给他。Ken， 要吃点东西吗？肚子饿吗？喝点水啊！好啊，你喝，我走了，拜拜。见。
给25块。How much? That's okay. I This is your daughter. She's very beautiful. Like Piao Liang. She's very beautiful. I'm sorry.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不移，我的爱不变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轻轻的一个吻，已经打动我的心，深深的一段情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漂亮。
小姐，你们要买什么？我看看有什么。看看。要买一种，这种。我不要这样的。嗯。我连这瓦边去看看。